一波要一会儿要上摩托艇，啊、哦，帅的吧，好帅！对，先给他，对，先开着转两圈，先玩一下吧。对对对对。对，站好了。对，会游泳吗？看到了吗？就是我很艰难让他打了个招呼，因为他要走哈。他马上要，他要去开，他要走，他要不要走了？对，他要亲自开。我马天少会游泳好吗？哇！要游到澳大利亚去，这么精彩啊！大家就对吧？他要去澳大利亚跨年。哇！他也走了。天哪，我可真傻。哈哈哈哈哈！他直接开，他这样好了。你拿着，我拿长焦，我拿长焦给他。太帅，他挺不错的。啊，杨仔来，我还以为是拿的我。我觉得很棒哎，这上来就这么那个，开得很好啊。买一辆吧，你们看到一博了吗？一博在骑摩托艇，这是他第一次开摩托艇，但开的都真的很好。哇，太帅了！哇哇，特别棒，好精彩，帅呀！他据说是他第一次开摩托艇啊，就很棒。哇，又帅！哇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哇哇哇哇！行了，别让他玩了，他玩你们要拍个屁呀、啊！我们让他玩会儿，玩一会儿吧。你看到了吧，潇洒的少年！哇，我觉得一博好棒。哇，一博开摩托艇太帅了！哇！哇，太帅了！太帅了！我觉得他今天玩的开心就行。哇，他开心死了！哇，开的特别棒！开的特别棒，太厉害了！啊、哦，很又滑啊，没水。没事，这样试试的。你待会儿还要下去，我再拍几张近照的。好啊，就是因为他刚才有师傅在上面，待会儿你一个人骑在上面，然后就静止的那种拍一张。嗯、因为他刚才有两个。昨晚要拍几张？啊，都是他。我们长焦有抓到，特别帅的镜头，很帅，太帅了，你开得太好了。我会开摩托车，感觉好。我觉得可以要个摩托艇了，买一个回去。再让他骑会儿吧。他又要去了。他又要去了。他又要去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特别爱玩。对，小男生。我觉得特别的帅，又阳光又帅气的一博，对吧？这是一博第一次开摩托艇，但是开的都这么棒。有专业水准，哇！最英俊的少年，看见了没有？就是年轻阳光的少年都是这样。就是只能看到远景，看到了吧？开摩托艇的就是一博。那个冷笑，他说颜色他不太喜欢，玩特别开心，他好喜欢。他说他自己有开摩托车，然后他摩托艇玩的特别好，完全看出来是第一次玩，上去就很流畅，哇！帅吧？这个画的怎么？你能看到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摩托艇吗？那个就是一博。现在一博的那个摩托艇玩得很开心，因为他从摩托艇上岸了，我们可能拍一个全景的大片，然后就返航了。好了。帅吧？